欢迎收看 This is VV 就是 VV， 我是小杨，志明，志宏怡。今天我们来到 Winner 的演唱会啦！耶！2019演唱会，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晴雨明天就要去当兵了。嗯，真的好快，不是18岁吗？Hello， 我们要继续演唱会了 ，Go！ 拜拜。我什么一点反应也没有？我们到了，现在是12:45，我们要去领福利了。然后好热哦，云云会不会热？还好，这应该是台下的。走吧，我们先去领福利。Go go。前面福利兑换，我们现在在领福利票的帐篷前面，这次很 lucky 的抽到了 sound check 彩排，我要去换福利票了，等我，等我。我们现在要去把 VIP 票换成他们的票卡，还有拿 VIP 的礼物。换到 VIP 票，长这个样子。这样。上次我记得不是还有回纹针吗？对，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呢，因为我这个包包是演唱会专用包，我发现一件事情是，去年的回纹针还在这。你跑到今年？对，我回家。完全没有拿出来，所以这是去年的回纹针，今年就走这样而已。我觉得质感没有很好，之前还比较厚一点，去年的比较厚，这次好容易断掉感觉哦，很软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去上厕所，我要上厕所。今年很神奇，没有流动厕所。之前的流动厕所是大概在门口进来的地方，可是今年的厕所是体育馆附近的厕所，很遥远，非常遥远。而且我觉得有些脏，不是流动厕所的脏，是太久没使用的脏。对，太久没使用的脏，就是没有人烟的那一种。真的蛮意外，没有流动厕所的，因为去年整排流动厕所。大家大概不是很有所谓，但是讲一下厕所的感想，其实还蛮干净的，但是不是脏，是没人的脏，里面可能就是有蜘蛛脚之类的。走啦，好，走喽。彩排，彩排，彩排，彩排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去彩排啦。要去排彩排，要从1:30。一路一路一路排到2:00，然后才能进去，有点累，我很懒，懒爆。你这次是不是真的没有立牌啊？有，有。就是这次的东西感觉有点少少的，跟上次比起来。不过人感觉起来比较多了。对。可能是你们上次太晚来了吧？我觉得。对，是。如果你好方便哦，现在还可以叫 Foodpanda。排队不用怕肚子饿了。因为这附近真的蛮偏僻的，没东西可以买。嗯。可是在那边有一条美食街啊。美食街东西一点点而已啊。也是啦，加点吃嘛，要求这么多哦。我们不是来野餐的吗？对啊，野餐，等一下去听音乐呢。小四嘞，他整对了，啊，整对了，是啊，彩排的，彩排整对了，彩排整对了。可以从右手边两道，麻烦你开着音乐就好。好。拜拜，我们要去野餐了。拜拜。这边排的是排应援物，可是看起来不像是排应援物哦。请问一下，这边在排什么？欢送。哦，了解，谢谢。他们是欢送的。对，彩排的好，彩排的好了，这样欢送在排队。
们之前立牌好比较大，现在立牌好小，这里是一比一耶。对啊，这次好小哦，而且好多人在排啊拍照。而且之前我们的流动厕所不是也在这里吗？比较方便。啊、这次的场次的，就是周边的东西，我觉得比上次少，人比上次多。那是我们那时候太晚来 ，VIP 已经有些人进去了啊，热死我了。你要不要去排一下那个？不要，不要，我刚才已经在中间已经拍了，那时候没人，已经拍那边上面了。啊，它就是放在。Okay.想要什么？就是牛，是牛，是牛。你也是在干嘛？手幅。做签名的是干嘛？就只是让你签名而已。他可能就会贴在那个他们墙上之类的吧。哦。嗯，你好像偷窥狂哦。没有啊，没有看过耶。走，野餐，这个是要拿福利的吧？哦，好像是哦。这是拿福利的。走走走，我们去看周边。这摊好酷哦！第一个是 Mino， 第二个是真勋，第三个是青奴，第二个是真伦。然后结果大家跟我说猜错了。这棒子是第几代的棒子？第二代。你们的是第一代。接下来都是食物。鸡蛋糕哦，这次的应援好少哦，都是食物哎。说不定后面有啊，等下看一下。怎么应援很少哦？可能那次没有卖很好吧，大家不想拿。真的比上次的应援还少非常多。没了。哎，等一下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闪卡。BTS 通常都会有乱入的，我觉得好少哦。对啊，这次好少哦，这些吃的也没几卡。对，重点是应援物真的好少，就只有前半路一两家。好吧，那只好去吃东西了。对啊，我来花枝丸跟鱼蛋。你吃太多了吧？我只有一根呢。蛋，好吃。嗯，好吃。那这边唯一的乐趣就是吃播。2 hours later， 我刚刚看完彩排出来了，那我们要进去了，请我来了。进去多久啊？2.5小时，很久。他们一直疯狂说英文，我们一直在想说你们可以讲韩文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讲一讲 Mino 就受不了，就开始讲韩文了，根本讲不出来。韩文可能比较听得懂一点。最后影片字幕也打英文的，我还问我说你看得懂吗？看不懂啊。他们这一次真的唱了很多首歌，而且都很认真，都有跳舞。特别是我觉得一定要感谢那四位 dancer， 那四位女 dancer 简直从头跳到尾。包括 solo 的伴舞也都是他们四个。那跟去年比起来，真的比较嗨一点，因为有乐团真的有差哦。对，有乐团真的差还蛮多，还蛮嗨的，很有 band 的感觉。无论是就进 uncle 以前，或者是在 uncle， 我们都超级蹦迪的。我因为我们一直都喜欢在椅子后面，只要没有抽到趴杆的号码，我们就会在后面，因为后面真的很舒服，完全从头蹦迪到尾，我都流汗了，好吗？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。我还被他姐说，演唱会完整个人都狼狈了。废话，我是这样蹦迪的 ，every day day，every every day。也没有明年了，所以不能说。那你们期待明年的演唱会吗？可能要再等到下一次就还蛮久了，但是
唱现场都真的非常好听啊，所以忘掉那些伤心的事情。今天是一天非常快乐的一天，然后真的很可惜你没有进去，因为值得晴雨的 solo， 每个人 solo 都有好不好？还有 Mino solo， 啊，我想进去听哦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啊，小杨怎么没有来？这一定是你会喜欢的。如果三个人还开演唱会的话，你们会来吗？如果单一个人来开，可能不会去。他说他可能会坐楼上啊，就大家还是会去支持。但对我来说的话，也是希望听到四个人的音乐。嗯，当然，如果他个人 solo 的音源非常棒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考虑。好讨厌当兵这件事情哦。今天总结感想就是，演唱会真的很快乐，然后他们有 band 现场也唱得非常的好，很开心就在晴雨要入军队之前能够参加他们这次的台北演唱会，而且真的唱了很多首歌，还有 solo， 乐器的 solo。 好啦，那我们要去吃饭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啦。我们今天要吃老四川，这是重点吗？是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我们，不要忘记按赞留言，就到这里啦，拜拜拜拜。晚上吃老四川，我明天吃老四川。我今天好开心哦，又吃老四川，老四川。然后我要把红锅带走。